今天我们有两个故事哈，一个是品书会哈，是书史的书哈，那一个是品书会。那罗英华师姐呢哈，听到上人的开示呢，一直说要劝树，他就发心立愿哈，然后呢做好诗的啊，那他就召集了很多的志工哈。啊，因为讲的读书会，啊，大概就安尼有一个。这个管理啊，刚刚来做啊，现在已经有400多人、哦、啊，在这个群组里面啊，大家都是在推往外推。我跑去那个苗栗在职进修，那因为我们学校就处在那个后龙的那个渔港旁边，那要吃很不方便，那我就会带了一些品书会做好的书食，然后带去跟同学分享。那同学本来的接受程度是不高的，就连科办的主任啊，大家都周三周四就是一起共餐，我们就负责煮素食给大家吃。那目前同学40几个人，已经有12个人确定是已经如素，然后科办的主任他们6个也都如素了。感恩啊，我听到讲吼，如素。推素，这也是精进，也是一切精进中呢。过去定来叫大家人精进哦，咱来力行善道、善法啦，诸恶莫作啦，众善奉行，那就是要殷勤精进，在一切的善法中。爱去身体力行，真正也期待咱大家人多素，吼、哦，因为呢，咱师父即马真烦恼的，就是讲天下，那这素待不掉，素待不掉呢？是众生的共业，所以讲，我即马爱把握时间，去甲大家人讲，每一个人家己修心，修心其实无困难，但是呢，真正要去讲吼，家庭大家人拢会当。如法如所，这是真困难。啊，这当阵呢，就是困难。咱也都爱讲吼，稍微提醒，愿意呢，那就是功德一桩；无愿意呢，也咱嘛都爱虔诚甲祝福，但是对家己。永远都要降服自己，一定要家己要愿意。这种对家己呢，会当调服啦。这个口欲的贪念，然后有法度调服好家己，那慢慢咱都有法度呢，对咱家庭的亲人，就会起到有影响。影响迄个善方向，合家善友谊，吼、哦，这个善呐、啊、是愈来愈多，吼、哦。人讲吼、哦，家中有善呐、啊，那就是福有余庆，吼、哦。这都是咱爱好好来培养。咱今麦阁刷落来，就是要来甲上林报告讲，日日新华，日日共修，一年365天，咱拢无休困。熏完法之后，思维修非常的重要吼，要落实在生活里头啊。那有一次就是面对人事的考验的时候啊，上人开的路明明开得好好的。可是我们怎么会走着走着就长出无明来？那
回过头来检视自己，那不管说今天的障碍是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都不要拿来自己障碍自己。那成佛之道不就是这些人事物吗？那如果看得清楚就是智慧啊。那离开很简单，可是要留下来要明白因果就是不同了。感恩上人。五法心法，大家人说心法相，心法相啊，就是这样分，不断改分啦、啊。这东西放进了芳香的所在，芳香如果拿开了，这个东西还是芳的，不过呢，较久的时间无接触啦，无去分啦，那自然安尼，伊迄个芳会退掉。所以咱爱多接近啦，多接近善友，多接近法源，法的源头吼、哦。所以讲，咱爱广度众生，听法了后，咱传给别人，表示讲我闻到这个香，我伫这个香的身边已经呢有香气，咱靠近别人，别人嘛会感觉讲这个香对倒来，就是因为我，你的我，伊的我，吼、哦，每一个人都有个我。我有心法，所以呢，我把这个法靠近你，让你会感觉到讲哦，我有法。所以咱安尼法啦，不断去传。法呢，是爱走入人群去的。佛陀讲，度化众生，入人群呐，度众生。一恁呢，就是上好的入人群。那也期待大家人呢，爱珍惜因缘，那爱多来了解佛法是啥物，诸者的精神理念的人道是啥物。啊，师父总无法度吼，一直讲一直讲，就亲像恁拄只靠近我来。啊，所以啊，你讲家己，讲别人，那讲读书，讲新华，讲素食，这呢，大家人听，这都是你讲的，都是法。那我法之后，感觉上好的用处就是讲专念，自己的个性本来就很不好，就会让自己心里一直那个无明会产生。那真的还是很感恩上人啦，就是说，因为你有闻法，虽然每天听还是每天漏，啊，不过漏没有以前那么多，嘛是讲加减的累积一些。所以上人跟咱讲，咱今仔学上不轻的迄个念，把每个人当是未来佛啊。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心淡定一下，你会让自己说，在考验在来临的时候，多想想上人说的话。咱若伫人群中。甲咱来讲，啊，师父讲这句啦，这段文啦，就是我曾经有过，啊，我忏悔哦，大家人拢知，这叫做发露忏悔。发露忏悔呢，就是咧说，忏悔的先得，就是咧说，我的衫有垃圾去啊。我爱赶紧换起来洗洗咧，好干净，这叫做忏悔啦。呀，咱那是讲吼，家己一个啊，我衫真正垃圾啊吼，知影，家己一个。不过呢，时间过去，垃圾啊，我家己搁再运起来。呀，咱那是讲吼，一大阵的人来同齐听。读书会，这句话咧讲，我趁这个时间讲，我看到啊，我会去说，警惕家己，让别人会讲，啊，你昨昏不是讲这有垃圾，
啊，你哪会无洗？这总是对家己呢。好，啊，无我明仔载这件衫若搁穿出去，会互人讲。总是呢，咱家己感受知影，咱嘛惊人讲吼，咱搁再重复会错误。所以伫人群中容易改，伫人群中会忏悔啦。咱心内就会有真大的迄个警惕刺激，唔通搁再重复迄个错误。安尼，咱的人生啦，才有法度吼，那回真，回到倒来靠近咱的真如，咱才有法度呢转凡为善。转凡夫啦，回到倒来呢，咱依佛同定，迄个清净的本性，这就是读诸慧的好处吼。